刚才听陈前副总统讲，真是侃侃而谈，而且又丰富又幽默。你不提，我还已经忘了那一段。陈前副总统和总统搭档的时候，那演讲都要看着演讲稿。今天这里不但侃侃而谈，而且也丰富幽默，还要加上小故事。陈前副总统特别提到过去共事那一段，让我想起来陈前副总统变化之大。说我是他的老板，可是他变化还副总统，现在已经成前副总统了，我还在当院长。我本来想说是不是科技的力量让他变化这么大，我这学法律的实在不行，可是一看蔡总统就学法律，我连这个理由都找不到，实在是很吃亏。最后呢，我想讲一个小故事。我在国科会当主委的时候，发现台湾的生医产业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谢谢那个时候的副院长，我们的蔡总统领导我们通过了生技产业发展条例。那这生技产业发展条例确确实实使得台湾的生医产业有全力的发展哈。那最近又修法，然后使它加进来的东西更多，包括了再生医学啊等等哈。那有一个很好的整合是很重要。当时生技医药产业发展条例没有蔡总统出来整合，不可能把经济部啊、国科会还有啊、其他的部会、财政部拉在一起，不可能的。所以未来这一个整合的跨部会整合的工作就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郑总你辛苦了，但是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些小故事。那谢谢苏院长当时请我来当主委，谢谢蔡总统当时当苏院长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努力做这一个生意产业发展，法律还有这一个人才资金以及很好的研究的课题，都是我们台湾未来科技发展很重要的关键。那这也就是我们国科会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也祝福国科会未来蓬勃发展，台湾的科技产业能够在世界上能够占一席之地，让全世界能够惊艳。蔡总统、陈前副总统、吴主任委员、行政团队的所有同仁、各界的贵宾、我们前的各位主任委员和业界的先进，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参与盛会，刚才听陈前副总统讲，真是侃侃而谈，而且又丰富又幽默。你不提，我还已经忘了那一段。但我是特别看陈前副总统和总统搭档的时候，那演讲都要看着演讲稿。今天这里不但侃侃而谈，而且也丰富幽默，还要加上小故事，还要从各方面讲的真是这他最熟悉的领域。但前几天我看陈前副总统担任陈时中部长做候选人的那个竞选场，你当他的主任委员时，我看陈时中讲话讲半天，然后突然哼哼，没有人敢搭得上调，但陈前副总统就哼哼就。和历练是有关系的。而陈前副总统特别提到过去共事那一段，让我想起来之后，我就觉得哇，陈前副总统变化之大，说我是他的老板，可是他变化还副总统，现在已经陈前副总统了，我还在当院长。我本来想说是不是科技的力量让他变化这么大，我这学法律的实在不行，可是一看蔡总统就学法律，我连这个理由都找不到，实在是很吃亏。那科学改变人类，科技就是国力。政府在63年前就成立国科会，8年前改为科技部，各有其时代背景和任务需要。今天我们成立新的国科会，由政委来担任主任委员，就是希望能统合跨部会、跨领域，以整个国家的资源和预算
来让整个科技发展更好更强。我们看吴主委过去在这个位置上就任其职，表现卓越，而且各方面都非常的熟人，必能胜任其事。今天以政委兼主委和今天新成立的国科会，想必能为国家进步能赢更好来做更好的表现。在蔡总统领导下，这是政府主改之后又新的一步，希望好好的加油，希望大家一起加油，谢谢大家。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现在下定的话，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鱼帮你来打折。